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了一个糖果，这个糖果据说是能够酸掉牙，特别的酸啊。这种的软糖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山头液体糖浆。哎呀，山头非常及时，这个时候保质期24个月。看，这个人已经酸哭了，就三种。就是绿色、蓝色跟红色三个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写的 apple， 绿色就代表苹果，苹果应该还好吧，不会很酸。蓝的是应该是蓝莓之类的吧，然后这个是超级，这个是什么英文？我看一下啊 ，strawberry， 这个 strawberry 是草莓味和蓝莓味，还有这个苹果，我们从哪个先吃呢？好像草莓味是甜的，我们就从草莓味开始吃啊。来，我感觉。有点不对劲啊，这打开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食欲啊，但开就开了，我们就吸一口吧。太酸了。哦，这下是草莓味都那么酸，我这是好，蓝莓。哇，居然是个什么绿色的。绿色，哎，还冒泡泡，我的天，这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食物啊！来尝一口吧，这还好。哦，太难吃了，太酸了。其实这个一开始的味道并不会说那么酸啊，然后你到中间就看已经快没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感觉哇，那个酸在你嘴巴里。一下子蔓延开，炸开一样。最后一个，苹果是这个样子的，怎么这旁边都脏脏的感觉？我来吃一大口，苹果应该还好吧？这个东西太酸了。哦，好吧，那就这一个简单测评。我觉得这正常人类是不可能买这个吃的，只有整人的时候可以啊。哎，太难吃了。所以那视频就这样，喜欢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哦，拜拜。